在这位兄弟兄一家哈，要来感谢哈，感谢咱中国医药大学哈北港分部哈，所有的哈，老师啊，这些人员哈，要感谢你们，然后中国的一家哈啊，相信咱们中国国的来庇护咱中国医药学院大学北港分部哈。他们的被效益昌隆哈，学生越来越多，发明越更先进的科技来医治人间，医治哈，在这里我们再次预祝他们哈，好。
快乐。来，跟你们提到毛主席来了，慢慢来，注意点，来，你们注意点哈，大家拜托嘿，注意听音乐，然后感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要带进去。
你要想卡住啊，想办法。